今天我们要去云顶，我们马上出发。大概六个小时后，我们已经肚子饿，所以先下去。我们点了豆腐、猪肉、菜跟鸡肉。吃饱后，我们去停车场准备 check in 酒店。把 bag 收进口袋后，我们就准备去Indoor Theme Park。到了，到了。这个我叫人家帮我录音的时候没有看到 camera 蒙蒙，所以就这样，可是过后没有蒙了，不用紧。然后我再去玩另一个设施。刚刚我们都是玩比较刺激的，现在去玩比较轻松的，可以看看风景。刚刚我们玩的那个我不懂叫什么，那个船那个船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在摩天轮里面。今天晚上的时候，听说我们讲外面有那个灯光表演，我不懂啊，这种是大家去看就懂。外面确实有表演，可是不是灯光表演，虽然也有。然后看到旁边有 waffle 的。我们要出去看 outdoor 地方。outdoor 地方在六点之后就开放免费进入，因为外面已经关掉那些游乐设施了。小丑，我觉得 Indoor Theme Park 九点过才关，所以我们再玩多一次，趁还有时间。中间这一块黑黑的是可以控制转速啊。我敢转那张宽，哎呀，感觉下降了。晚餐
吃饱过后我们就今晚我要先睡觉，然后明天早上醒来可能就去吃东西，拜拜。好，我去装水。把 bag 收进去。我们出去外面看风景，当然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拍回这一张照片。这个是大概四年前我们拍下的照片。然后我们就上来天台这边看风景。这个身后就是等下我要拍照的。我们去玩游戏机。我就开始收心收工。好车速啊，就算了，让我们玩玻璃。Mistake. 划船。
差一点点啊。哥我们就准备回家了啊。大概要到时候我们先停下来吃饭先。这样，拜拜。Okay,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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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